这当地来的家里住啊，这台湾上不也的？我来这块的中间的，那南边的现在的这那路上些，现在才用这些，这些做好几个路的这个，那下来那他们等于是看这一块的山这一块，那能明白的那一块做的，他这些是我是看到现在我觉得那些还是南方的这些，我觉得山这一块的热带的人，他也挺有名的那个。现在如果这国内的土地，地价高点，不要看说开个那个，当然是咱江南人觉得，那个这这这，咱咱就是国内咱咱不就是不觉得，这看说咱就去了，这个再不能去做开发的，双方都有些要不的，那我都来咱这旅游的那，那些给你没事就去了的，我就。这个呢，普遍的福建的这个，他们的那你的做准了，你的老土的，还是另外的，天天去干做，但每个弄完了，这个来个结果才能拿到，天天干的差不多，干一天呢，人家他给的一个里头六十多里头，干团干的差不多，你那你的老土的，如果是光这个土地拿到那边结果是掉的，天天他那么做的，如果是。那天那个土地那都正常，天天那些块田那个这个浪费确实老正常呀，这大量的钱给天天，这个浪费都放到各种那样的这一类，但确实我最后不算做，扛的强了的原地那了，但那个多个资金忙他就有点，那个也个资金忙不了，都是从那个浪费给天天浪费点都要忙活了，如果是这个开发的，如果是他们好一点的。都某些就有点儿忙活，挣钱怎么这个？那么样的事儿多，这个这不一样，他们到处要天天如果去广西这边去，就有点儿得钱，这那么是从那个点看，偷偷手绢，天天拿出来，这个钱得告诉娘们的家里话了，反正娘们是你看行吧，这开采吧，刚才如果去东西看有吧，听你住土啊，有那他那然后说出去的，娘们家里话了，钱得给他。看守的，接完了给我呀，他偏拖着去的掉了，天天的上班，天天要不赢啊，天天去看守的，天天把岗的他牺牲惨了，偏要不同样的，天天没人收入，那么做就得了，天天现在条件那什么，那如果去广西的，呀，他就接着要不就住的，他带我住了住了，天天看，就是如果去新干线，现在接了呀。孩子，我太容易了，别没事的。咱们这里电视加班的这条的，等像本来不要了，等电视这条的，看啥看了的，就上不瞧了，别没事，别说通过全网的，别没事也不拿好的，太容易，他轮班节奏拿了，过夜的，但那个还有轮班上的节奏拿了去，忙不这个，拉米亚过的汗毛我就是刚才看我休假的他，等汗毛我就怎么天天去打。这个让叔叔来，第一特别让叔叔来天主要来，免得他知道了，主管进来他看见过，他就是让家里上上迷茫，我给他认真沟通的，对对了，就是说拉面要不拿呀，他就是这样，如果是关于东西拉了的话，提前我这个中间那个东西他让下地我的，提前我要我用那点学员，这点学员，等他，我这里他把那你能说的点儿听。但是发现不容易，有些人。